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滚！为什么？为什么所有人都这样对我？这一切都是穆安城害的，穆安城！ 你受伤了，我去给你包扎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怎么这么烫啊？中了药。夫人，听您屋里有动静，您还没有睡啊？啊，我一时睡不着。 你醒了？昨天晚上我没对你做什么吧？没有。你昨天晚上药性发作晕了过去，究竟谁给你下的药？这个府里除了叶青青，还能有谁？是他。这杯酒庆祝我们封城旷野。 正式成立，恭喜穆兄。穆安城，你去死吧！你在干什么？叶青青，你疯了！你毁我叶家，我杀了你！竟然自杀自己丈夫！我家破产了，他满意了，他毁了我家，我要杀了他！ 还不快把他拉下去！放开我！穆安城，你不得好死！穆安城，我杀了你！能把叶家大房逼上绝路的，穆安城可没这个能耐。是你做的吧？我说过，任何伤害你的人，我都不会放过。谢谢你啊，安和。 不用说谢，这是我对你的承诺。没关系，我们时日还长，我可以等你。 好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围观一下穆安城的崩溃时刻？我怎么可能没有伤于脑里？啊！冷静啊，少爷！不可能！滚！都给我滚出去！ 先别着急，我听大夫说了，日后我们可以去上海的大医院看看。滚！我不要你安慰我。叶青青，都是你让我落到这步田地。叶青青，你竟然敢害我不能生育！你知道了。
会一直给你下着婢子药，我是不会怀上你这个废物的孩子的。你说什么？你不仅刺伤我，你还给我下药，你这个贱女人！掐死你！唐少，这个矿场可真是块宝地呀，才一个月收益就如此可观。穆兄，这只是刚刚开始。兰儿，还不赶紧敬唐少一杯。唐少，这杯酒我敬您。既然你唐子枫这么喜欢叶青兰，那我就可以用这个女人跟你换好处了。吃饭吧，快吃快吃。唐少，你喝多了，不要这样。青兰，让我抱抱你。唐少，还请您自重。青兰，你跟我一起，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。青兰，我喜欢你。这回成了。哎呀，唐少。青兰，我喜欢你。可我已经嫁人了。我不在乎。青兰，我真的喜欢你很久了。别演了，他走了。穆安成这个人渣，卖妻求荣到这个地步，他把你当成什么了？他就是野心太大了。其实从一开始啊，我也就是他的一颗棋子而已。他梦想着通过我能搞定你，这样他就能独吞金矿。简直荒谬。正因他视财如命，才会走到这个地步。